今天啊，来到在银滩的海天酒店啊，吃顿饭，这边认识了一个大哥，大哥你好，你好，您那个多大年纪现在？今年71。七十一，五三年，52年的哦，52年的，您这个，老家是哪里的呀？我老家是烟台地区那个栖霞的。栖霞的、哦、啊，你会说栖霞话吗？我现在忘了。那你从哪儿长大的呀？我在14岁去了黑龙江这个生产阶级兵团。哦，你是老兵团人了啊？对。那么小，那么年轻就那么小就能招，那个时候都虚。对对对。招工那个时候叫参加军垦是吧？叫、啊、参加工作了。就参加工作了。啊，在那待了51年。哦，待了51年啊、哦嗯！我还认识一个北京的，也是新疆，不也是那个黑龙江建设兵团的老哥，叫三江雪，关系很好。哦，你们一看，可能我要说起来的话，你可能都认识他，叫韩道平。那倒不认识，不一定认识啊。对，黑龙江这个生产阶级兵团吧，哦，它一共是102个农场。哎呦，那太大了。而且它的地域面积吧特别大，哦，就是说一个农场多的就是几十万亩土地，甚至上百万亩土地。啊，那都是黑土地。对，像856啊，就是说，得有200多万亩地。哦。所以讲它地域面积比较大。哦，啊，我怎么说？就是说您怎么来到银滩的呢？我到银滩来啊，哦，就是说也是一个机遇吧。哦，就是、说来到这儿以后，我觉得银滩这个地方是很不错的。因为什么不错呢、啊、你是就是说听谁说这地方比较好你过来的？就是朋友说这儿比较不错，完了说一下我就过来。哦，在这买的房子还是？啊，在这儿买的房子。哦，您是哪个小区啊？秀水雅苑。哎呦，那个小区高级啊。那房子是不是挺贵的？当时买的时候可以吧，就是说那个小区的房子吧质量比较好。对，有听说有暖气啊。有暖气，完了而且供暖效果呢在银滩来讲是最好的一个小区。哦，能达多少度啊？能达到26-27度吧。20度-27度，那温度相当好了。温度相当好，像我那我就客厅开了，卧室都关了，还达到24-25度。哎呦，那真不错。还行，挺在那生活还可以吧。你在那银滩，你那个小区是哪一年来？16年来。16年来的哦、嗯，那到现在也有个5年功夫了。啊，对，得5年了。对，这五年你每年都待在银滩吗？还是都在银滩？都在银滩。嗯。哦。因为我考察了胶东半岛，这胶东半岛吧，啊、这么说，啊，哪都不如这儿，要养生了吧。哪都不如这，包括你们老家那儿，包括我们老家，都不如这。那边热，夏天热，哦、冬天冷。哦，就是什么威海啊、永城啊，嗯、还有烟台啊、蓬莱啊、龙头，哦，那边都是夏天热，夏天热，他们夏天热，冬天冷。对，咱银滩这地方说正好是夏天凉快，夏天凉快，冬天暖和，暖和。对，冬天真暖和，雪少。雪少，没有雪，几乎没下几场雪。我来住这几年啊、就是基本上不存雪。对，不存雪，下完雪隔天就化。对，隔天就化完了。对，不像那个威海那雪窝子。啊，对，那边雪窝子。而且我这儿，嗯、我就是说访问了很多当地人说，就胶东半岛哪都不如这儿。啊、这最好。那南海新区呢？它离得很近。南海新区也不。也不如这，但只差20公里。对，因为啥？就雨山四里都赶不上这儿，它夏天得比这儿高2-3度。哦，冬天也得比这儿冷。也就是说，乳山市区都要比这地方，对对对，夏天比这地方热，热，冬天比这冷。啊，对。那，就是当时乳山市区怎么不把它这个市政府搬在那银滩来了？这个地方是得天落后的这个自然条件。哦，所以讲这儿。相当不错，而且就是说，我有好多朋友，因为嗯，就是说从东北
也好，从全国各地来的也好，他们有病啊，就是各种疾病啊，全身来到这儿，都有明显的就是说好转，有的甚至把药都扔了，把药都扔了，哎，对，完了就是说每天吃几次药，有的现在就是说一次药都不吃，就减药，对，或者不吃了，对，我是从来不吃药，尤其对西药。西药这个东西，我因为它就是说副作用特别大，对，所以讲治标不治本。哦，所以你相信中医？我从来不吃西药。中医你中、我相信中医。要如果病的话就是中药，中药来调理。中药我也不吃。中药也不吃，那你身体体质好。那你过去不在银滩的时候吃不吃药啊？要得病的话，以前也吃。只是说有我不吃任何药，不吃有20多年了。哎呀，那你的体质太好了。在银泰那边得过病没有？没有。完了，我来到这儿，反正我自己在家的时候吧，有几次食物中毒啊，可能吃的剩饭啊剩菜。时间长了，食物中毒，但我一分钱的药都没吃。哦，那得要注意，那些要是食物中毒的话，要赶紧解决，可是麻烦。有人知道，有人照顾你。哦，有三次。哦。但是我都没吃药，都吃过了。你现在老家现在是在还在黑龙江，就是还有房子吗？那边？那边也有房子。还有家。有。那将来你这现在这已经都70来岁了。我就在这儿，就在这待下去了。啊，对，在这别的地方再不去了。对，别的地方吃玩玩可以，玩玩去啊。对啊，这已经就是自己的最后的，对，最后的家了。啊，对对，最后就是说，下半生就在这儿，对，安居乐业了，这地方。我前两天种了几亩地，完了。今年种的小一点，还种了几亩地呀、在哪地方种地呢？就当地的这个朋友给我的。那地在什么地方呢？在维利亚呢，有有3亩半地，现在都不种了。哦，现在种了有2亩来地。哦呦，2亩来地够意思。啊，这一亩地666平米，那2亩地最起码有1300到1300平米呀、啊，是吧？我那个什么，种了一辈子地。哦，种了一辈子地，是很辛苦。对，尤其想吃上环保的这个菜呀、对，粮啊，靠自己种，恐怕是不太可能，就是自己种最放心。哎，对。那你喜欢种什么东西呢？像您种的话，各种豆。豆子、小麦，去年我种的小麦，还种小麦，准备种的旱稻，旱稻，完了那个什么，基本上小杂粮，蔬菜呢，种什么？蔬菜也都是自己家吃的，就是各种菜啊，葱啊、蒜呐、都是自己种。葱蒜、什么辣椒、豆角、西红柿，对，茄子，对，都种吗？都种。这花生什么红薯？红薯，都种。红薯我在王家口那边种啊，摘的。我因为那山上的这个红薯口感特别好，所以讲我就在那边，朋友给我找了一块地。哦，看来你、我种了200来棵吧。这哎呦喂，你这就干了一辈子农垦，现在都退了休以后还是离不开这个庄稼活儿，还是喜欢有感情。另外吧，这个粮食安全。现在是国家的重中之重。对呀，说了吧，我不可能保证别人，我起码保证我自己，就是说粮食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，我自己和我周边的朋友能吃上饭，能吃上，对，未雨绸缪啊，对，是非常好，好，谢谢你啊，哎。